各位法师，各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阿舍利全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此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；皈依达摩，离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诸众中尊。请睇《大经科注》第733页、733页第六行。第六行又无量寿经抄约，景兴明许三辈九品，凡夫往生故，彼释云。呢啲系景兴大师嘅话，凡小往生。第一、第二大圣往生，现凡小者，指三辈。景兴，念老集注引用得好多，都系无量寿经抄嗰本书里面嘅话，明许明系明白，一啲都唔含糊，明明白白，允许亦就系同意呢种讲法，三辈九品。都是凡夫往生，讲得非常好。仲有由心安乐道，亦讲由四十八愿初先为一切凡夫，后兼为三成圣人。这些我们在第六品读过，为三成圣人是四十八愿最后那五愿，前面通通是为凡夫。这个是正宗无比殊胜的帮助众生度脱的方法，一定要知道。故知净土宗义，本为凡夫兼为圣人，
圣人是阿罗汉以上，那是附带的，主要是到六道轮回里面的众生，上面二十八层天，下面无间地狱。阿弥陀佛，悲悯这一类众生，这类众生非常苦，生生世世在六道之中，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，苦不堪言。所以弥陀佛的大愿心是度那些人为主的。罗汉以上那些圣人是附带的，只要学这个法门，阿罗汉未明心见性，虽然脱离六道，未脱离十法界，他想向上提升，遇到这个法门非常容易。那真的是万修万人去。为什么啊？那些圣人有智慧，有定功，有神通，他们完全明白，依照通途的法门，就是普通法门，那些人想脱离十法界非常不容易。能来到这个法门，他这一生保证成就，而且成就比我们高，比我们快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状况，他有智慧，我们不知道。虽然学这个法门还难免有怀疑，这个怀疑障道，就怕的是临命终时障碍往生。咁好可怕。实际状况呢，被障碍嘅人数太多啦。一万个念佛人之中，真正能往生嘅只有两三个。係咩原因？绝大多数都係被烦恼习气障碍住。临终最后一口气，仲挂住嗰啲事情，咁就去唔到。最关键嘅就係临命终时，所以一念十念都能往生。往生嘅条件就係信愿，真正相信，真正愿生极乐世界，愿意亲近阿弥陀佛，条件就具足了。临命终的时候，阿弥陀佛绝对来接引，只要心念或者一念都能往生。生梵性同居土下下品，得唔得？得。莲池大师、牛益大师为我哋做咗榜样。佢哋在世嘅时候，有人向佢请教：你念佛往生咩地位，你就满意啦？大师同人讲：
我只要往生，下下品往生呢种地位我就好满意啦。大师系表法俾我哋睇嘅，下下品就满意啦，真满意啊！点解啊？做阿弥陀佛嘅好学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一切从头学起，嚟扎下心根，将来结大果。呢种系真正智慧，真正嘅福报。唔系坏事啊！人只要有呢种心，佢心几清净，唔同人争品位，连极乐世界品位都唔争啦，佢都放下一切，随顺自然，好啊！所以只要掌握住四个字：信、愿、持名。持名就是念佛，这句佛号时时摆在心里，时时摆在口里，口不念的时候，心里面佛号没有断，那就是真正念佛人。心里面只存阿弥陀佛名号，冇杂念，冇妄想，冇起心动念，冇分别执着，呢种人系真念佛人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唔想品位，我哋有理由相信佢嘅品位好高。想品位嘅人品位冇佢高，点解啊？品位系个杂念，佢念佛仲有个杂念未舍。嗰、那个唔要品位嘅人，呢、这个杂念冇咗，呢一念亦冇咗，纯啊，真心纯心，呢、这个道理唔难懂，我哋搞清楚、搞明白啦。喺呢个世间，看莲池藕益，近代嘅。我哋学海贤老和尚，嗰、那个老和尚112岁往生，20岁出家，师父教佢念呢句佛号，佢念咗92年。我相信佢系高品位往生。生十部庄严土，东晋远公大师建立净土宗，所依靠的就一部《无量寿经》。那时《弥陀经》和《观无量寿经》还未翻出来，只依靠呢部。大师传记里面同我哋讲，我哋相信绝唔系假话。佢一生见极乐世界，见阿弥陀佛四次，咁我哋有理由相信海贤老和尚见极乐世界、见阿弥陀佛唔止四次，92年
咁长时间，我哋估计至少亦系十次以上，唔会喺十次之下。换句话讲，极乐世界时时去游玩。阿弥陀佛多次见面，因为在他光碟里面我们听到他自己讲的，我有很多次求阿弥陀佛带我去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劝他说，你修学的功夫不错，在这个世界多住几年，为佛弟子做个好榜样，特别是为念佛求生极乐世界的人做好榜样，所以他的寿命我觉得没那么长。那么长寿命是阿弥陀佛给他的。要叫他表法嘛，多住几年。我们有理由相信阿弥陀佛一定跟他说，几时我来接你往生，等有一日你见到一本书，那本书叫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》，你见到那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。这件事情对贤公老和尚来讲是很困难的。为什么？那个老人大家都知道，他不识字，未读过书，哪个会带书给他看？不可能的。所以每个去探老和尚都是带啲食的，带啲佢用嘅嘢，冇可能带书俾佢睇。諗唔到2013年一月，真嘅有个居士带咗本书去探老和尚。老和尚见有人带书嚟，佢就特别警觉到，问佢：你本书叫咩书？佢话嗰本书叫《若要佛法兴，唯有增赞增》。老和尚一听，高兴到唔得了，快啲入房，着袍搭衣，着得整整齐齐出嚟，揸住本书，要人同佢影相。佢嘅弟子同我哋讲，老和尚一生冇主动要求人同佢影个相。第一次，佢咁高兴，你睇影完张相就挂喺嗰边。三日之后就走啦。喺我谂嚟，呢啲系阿弥陀佛同佢讲嘅。嗰本书出现，你表法嘅任务就圆满啦。佛带佢去极乐世界啦。如知时知，自在往生。往生冇叫人助念，佢冇同人讲，日头喺田道做咗成日嘢，好辛苦，夜晚走啦。第日有人请老和尚，见老和尚未起身，
入房一睇，佢走咗啦。做榜样俾我哋睇。咁我哋亦要发愿，我喺呢个世间仲有一日，一日仲未走。咁我要做个好榜样，俾其他同学睇。自行化他，自行就是化他，化他就是自行，是一不是二。所以念老这部集注这两篇24、25，24是讲三辈往生，下面一品是往生净印，这两品非常重要，跟我们讲点修先能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首先要明白这个方法是对我们讲的，不是对圣人讲的，就是大乘小乘其他法门它里头修行人，小乘里头有罗汉从初果到四果，大乘里面有菩萨从初信位到十住位，那些是附带的，主要是我们这些凡夫，你在这上面认清楚就啱啦。对嗰啲经文念老嘅开示，我哋要感恩。念老嘅开示讲得咁详细，无非系帮助我哋断疑生信。下面引用由心安乐道，它里面讲由48愿初先为一切凡夫，后兼为三乘圣人，同无量寿经抄道讲的完全相同。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兼为圣人也，他度众生主要度六道众生，有小乘有圣人遇到这个法门，他亦不拒绝，通通得道。但是他里头这两句话要记住，本为凡夫兼为圣人。阿弥陀佛开净土法门见极乐世界是为六道众生做的，根据本品无量寿经这品，这本汇集本道讲，本品开口便道曰：十方世界诸天人民，你睇讲得几清楚，唔止娑婆世界，十方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嘅六道众生，诸天人民就系六道众生。其有自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
咁三辈通通都系为诸天人民而建嘅，唔系为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建嘅，唔系为佢哋，为诸天人民。佢里头我哋有份敬重三辈，只是十方之诸天人民未言菩萨声闻。菩萨是大乘，声闻是小乘，不是为他们。故知三辈所指，三辈是指哪些人？守在凡夫，但经中亦兼为圣人。如菩萨往生品众，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当往生者，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菩萨往生的多了，比凡夫多。为什么？菩萨没有怀疑，阿罗汉亦没有怀疑，他们真的一心清廉，就好像海贤老和尚那样。这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未曾丢失，无中断过。我们再看底下一段，所以这段是明白地跟我们讲，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是为我们凡夫建立的，我们要感恩。底下一句经文是舍家弃欲而作沙门，舍家是出家，弃欲是离欲，这个欲就是七情五欲。这些是世间人最难放下的，最难放下的都能放下，其他就不用讲了。所以一切欲欲望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。这些欲望你能不能得到，跟各位讲得不到。第一个，身是假的，身刹那生灭，不是真的。弥勒菩萨跟我们讲，这一坛子，一坛子的时间很短，好多次生灭，讲我们这个身体和整个宇宙，这句话就是慧能大师开悟最后那句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万法是什么？是全宇宙，整个宇宙。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的自性变现出来的。自性是什么？真心。佛称自性。佛教未到中国来，中国古圣先贤叫他做本性。本性本善。三字经道第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这个性能生万法，这个性人人都有，虽有不起作用，
唔系唔起作用，佢真起作用，起作用我哋唔知咋。佢如果唔起作用，边嚟嘅办法啦？当然起作用。起作用就是我们迷了，我们用的心是妄心，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，麻烦就在这里。那佛陀教育他的目的，他的宗旨就是教我们明心见性，这个是佛教教学的宗旨，将我哋嘅真心揾翻嚟，真心系光明嘅，明代表智慧，无量智慧，明心，真心有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一切都无量，一切法都系自性变现嘅。所以佛教我哋要明心，恢复明心，见到自性就是真心。我哋而家俾妄心障碍住啦，妄心喺前面，真心喺背后，妄心做主，真心唔起作用，系咁嘅状态。妄心系乜嘢？妄心系念头。念头是生灭法，前念灭后念就生了。世尊在华严经度跟我们讲，整个宇宙包括十法界，遍法界，虚空界，一切诸佛刹土没有例外的。它是怎样的一回事？佛说，这个十法界依正庄严，唯心所现，唯色所变，色是妄心，这个心是真心，真心能现，真心不生不灭，它不是生灭法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妄心是生灭法，妄心是色，就是八色五十一心所。佛经里面讲得很详细，妄心，妄心能将真心所现的境界转变为十法界，转变为六道轮回。所以用妄心就有六道，就有十法界。用真心呢，十法界和六道都没了，知道它是假的。真心没有生灭，遇到缘就现法界、虚空界，冇缘唔现，唔现唔讲得佢冇，现唔讲得佢有。迷咗真心，妄心就现前，妄心就做主，妄心将本性所现的一真法界转变成十法界，转变成六道轮回，这个是事实真相。真相明白之后，佛教我们假的全舍弃，真就现前，通通放下，假的全放下了。恭喜你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所以为什么佛劝我们放下？我们就是被他障碍住，自己不知道。现在佛跟我们说，
我哋真听话，真将佢放下，唔摆喺心度，心上只摆一尊阿弥陀佛。点解啊？我哋去极乐世界，其他地方都唔要啦。世法佛法通通放下，一门深入，暂时分修。这个是佛法学习最重要的理念。方法呢，读书千篇其义自见。我们不用读书，我们用念佛。佛号不间断，佛号未曾丢失，佛号没有夹杂，就能明心见性。咁真难为咗海贤老和尚为我哋做榜样。佢92年念佛，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，证明一门深入，长时分修系真嘅，证明读书千遍，佢嗰种唔系用读书，就系一句佛号，修念佛三昧，三昧修成功啦，明心见性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生十部庄严土，功德圆满。记住，唔识字，唔识字有好处，心清净。识字嘅人睇嘢多，头脑都乱咗啦。唔清净，妄念太多，睇到啦，听到啦，都受干扰。我哋向老和尚学习。睇到啦，睇得好清楚，唔受干扰；听得好清楚，亦唔受干扰。就系一句佛号，除佛号之外，乜嘢都唔摆喺心度。呢种叫功夫。呢种功夫如果到家就见性啦。老和尚用这种功夫用几长时间达到这种境界呢？我估计是20年。明心见性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菩提树下打坐，夜懂明星大彻大悟，是平等的境界，同六祖慧能是平等的境界。他不讲，他不讲是他师父教他的。师父跟他讲明白了，其实明白就是大彻大悟，不好乱讲，不讲得。所以他一生不讲，偶然亦露出一句半句，我乜嘢都知道，只系唔讲。嗰个乜嘢都知道就系大彻大悟，咁就偶然透露啲咁多信息。所以一句佛号能达到究竟圆满，一部经亦是这样。你自己如果佛号能摄心，就不用读经了。学海贤老和尚这个门道，如果还有疑惑，那你就读经，读经
祖师大德教我哋读书千篇，其义自见。你每日将无量寿经读十次，一日十次，十日一百次，一百日一千次，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大概三四千次啦。咁一年读完，你怀疑就断啦，你唔再怀疑，非常有可能。如果你念到功夫成片，你会见到阿弥陀佛，或喺定中，或喺梦中，佛会同你讲，你寿命仲有几长？等你寿命到嘅时候，阿弥陀佛嚟接引你往生，你心定啦，极乐世界已经挂咗号，已经住咗册啦，有你个名，你唔会错嘅。所以喺呢种状况之下，就有唔少人捉住阿弥陀佛唔放啦，要求阿弥陀佛，我寿命唔要啦，我而家就跟你去。佛好慈悲，会同你讲，好啦，一个星期之后我嚟接你，三日之后我嚟接你，同你约时间，到时候佛一定嚟接你。点解唔马上就带你走呢？叫你做榜样俾人睇，你可以向人宣布，阿弥陀佛同我讲，三日之后嚟接我往生。大家一定会惊讶，三日时间唔长，等住嚟睇，三日真往生啦，佢相信啦。咁就係度化众生，佢会度好多人，好多人见到咁，哎呀，极乐世界真有，唔係假嘅。阿弥陀佛真有，四十八愿接引众生係真话，唔係假话。某人係个样子，海贤老和尚都为我哋表呢种法。佢寿命延长是佛帮佢延长的，不是佢嘅寿命。佢嘅寿命喺我哋正常睇起嚟，睇佢师父，睇佢师弟，睇佢母亲，周围啲人应该亦就系七八十岁，系咁嘅寿命。到一百一十二岁，咁系延长嘅。阿弥陀佛帮佢延长嘅，同佢讲见到一本书，佛就接引佢往生。呢啲细节佢冇同人讲，佢只同人讲佛嚟通知我要接引我啦。几时佢唔讲，佢自己知道唔讲。唔想俾人干扰，安安静静自己走啦。到第日朝早，人哋发现已经走咗啦。发现老人走咗之后，全身柔软，不可思议。所以呢部经上讲嘅，守在凡夫兼为圣人，于菩萨往生品中，
十方世界诸菩萨众，当往生者但说其名，穷劫不尽。一个一个的名讲俾你听，好多人讲一劫都讲唔完。换句话讲，十方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嘅菩萨太多啦。六道众生亦唔输俾菩萨，比菩萨仲多。攞我哋呢个世界做比喻就知道啦。我哋呢个世界修念佛法门嘅人有几多？就算好似李炳禄讲嘅，一万个念佛人，大概有三个到五个往生。咁十万个念佛人，就有三十五十个往生。我哋呢个世界佛教徒根据全球宗教调查，佛教徒大概有五亿里面，修净土的人最多。就算一半好了，2亿5千万人，一万人五个往生，其实不少啊。这个数字很可观。对我们来讲，这种是喜事。这里后面讲的舍家弃肉而作沙门，使不使出家？出家是为了弃肉离肉。沙门就是出家人，毗婆沙论道讲家是烦恼因缘，出家呢是灭垢累，故而远离也。圆云法师同我哋讲，出家做恶极难，于陆地行船，在家起个职仪就是过失，好容易。如海中泛舟，咁喺几时？方东美先生同我讲，呢句话65年前讲嘅，我跟佢老人家学哲学，同我讲咗部哲学概论，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。当时我非常讶异，我说佛教是宗教，宗教是迷信，又何况佛教是多神教？多神教意思意味着是低级宗教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低级宗教什么都拜，
入到寺庙大大细细唔知有几多，属于低级宗教，佢点会有哲学？老师同我讲，佢话你仲后生，你唔知啦。佢话释迦牟尼系世界上最伟大嘅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法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他学法，他没有老师，他在屋企学，没有一人不读经。最喜欢的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特别将那部经介绍给我，我又很喜欢他。老师跟我说，200年前中国城市农村大大细细的寺庙，佛教寺庙里面那些出家人都是有道德、有学问的，你跟他们学佛都有成就，但是现在没有了。现在他们不学了，你学佛去哪里学？他只是我的门路，要从经典中落手。在那个时代，佛经没人印，书稿买不到，台湾只有两间书局，台中的瑞成书局、台南的庆芳书局，只有这两家印啲佛书，印什么都是经忏佛事需要的，种类少，数量亦少，那些仪规我们都用不上，所以我们要去寺院借藏经。藏经有时候不可以借出门的，在里面抄，你用星期假日去抄经。这种是那时的情况，现在更难了。想学佛不容易，我们那时学佛还有些好老师，在家好像方东美先生、李炳南老居士通家，他们真做经论里面讲的，他们能落实在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，他用上了，真的是法理充满。好像论语道孔子讲的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但是有不少出家人就不是真正学到，他们不读经，以经忏佛事法会为主，将出家当做一种行业，